你为什么没想过要嫁给我啊？是我还有要反省的地方吗？不是，不是你不够好，是我不够好。我和江云泽在一起8年，最后是这样的结果。我是怕自己不够好，万一你以后后悔了怎么办？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。我们两个在一起，和结不结婚没有关系，只要相爱就好了。许小姐，您这次在国际上拿了奖回国，是怎么考虑以后的发展呢？我是准备回国发展，目前正在接洽几家经纪公司。现在影迷们都非常关心您的私生活，您对外宣称这次回来也是为了爱情，那方便向外透露吗？景琛哥，你要来找我，怎么也不提早说，我好安排一下。安排什么？安排晚餐啊，约会。我有女朋友了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对外说一些有的没的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什么话？是不是我要嫁给你的话？对。我就说，反正现在不过是女朋友，又没有结婚，况且结了婚也可以再离婚啊。我等你。你。我们的片子啊，已经热搜第一了，很多人说看了隔壁台的版本，看到一半就到我们这儿来了。顾总，我们的版本稳超对方，而且直接创了平台点播新高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每个人都有红包，去吃点好东西吧。吃什么东西啊？都可以，记得开发票找我报销啊。魏阳，恭喜你先取得胜利。江总，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？你的未婚妻在那儿呢。姑娘，我还是忘不了你，给我次机会。你是不是有病？跟他在一起8年，这小屁孩算什么？我们姑娘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放手，都给我放手！没事吧你？没事。